爷爷就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老兵，如果今天活着100多岁了，今天听说沈阳迎接第十批抗美援朝志愿老兵那个遗骸回国，我很激动，我特意到这里来看一看，迎接他们回家。我是从山东过来的，就是今天呢能够来到现场也是非常的激动。作为年轻人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我们先烈的这些遗志，勉励自我，奋发图强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幸得我来到这里来迎接英雄们回归祖国，我很感激英雄们对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为我们所做巨大的付出。今天我们在这儿迎接志愿军烈士归乡，心情无比的激动。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先烈们用青春岁月和生命换来的，在这里我们向志愿军烈士致敬，革命先烈浩气长存，永垂不朽。我们将传承先烈遗志，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。